Ki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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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lo。傻瓜青蛙又来侵略别人的手机游戏啦！这一次呢 ，Kilo 的军曹呢将和魔物猎人手机版《蒙航大狩猎》展开联名合作关卡，而且还有机会可以获得专属卡牌哦！赶快来看看吧 ，Kilo。超热血动作狩猎游戏《魔物猎人》手机版《蒙航大狩猎》，为了欢庆角川旗下连载漫画《月刊少年 Ace》20周年，日本地区将展开与 Kilolo 军曹的跨界合作，将 Kilolo 小队和夏美大人一起带进游戏中。这次的活动描述 Kilolo 小队中的 Kurudu 制造了空间转移机器来逃避打扫工作。就这样 ，Kilolo 小队阴错阳差地来到了卡鲁多皮亚王国，并决定展开侵略行动。为了阻止侵略行动，夏美也来到了异世界。为了重启空间转移机器，玩家们必须要聚集小队5名成员，在探索任务中找寻走失的队员。玩家们只要讨伐活动中登场的乱入怪，就能收集讨伐点数，有机会获得特别限定卡《GR日向夏美 and Kilolo 军曹》。此活动目前只在日本游戏开放，有兴趣的玩家们千万别错过喽！